来，今日午餐两根香肠哦，这长期也吃要买，哦，把它加热，两支看真危险呢，危险所危险，来，烟肠。吃两只、啊、然后再配这个哦，麦片，还得应该够养生啊，哎呀、啊，好，掂了，香味出来了，热腾腾的香肠，哦，啊，这有味，开开，麦片啊，哇，这我感觉伊这种。嘿啥，石筋骨这吃着较袂啊堵烂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也是淀粉，大概我们也是吃一碗就好，免想济吼。最主要是摄取蛋白质较袂枵，啊，然后口味单调的话，加一点点蜂蜜的芒果。好，安尼好，第二泡喜瑞尔这个。哦，伊这主要是一寡迄个啥坚果类啊，然后水倒下去，啊，这个我倒下去我就直接吃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午餐简单吃，好安尼，哼，水哦，哎，啊，这已经安尼换食差不多要一年啊。嗯，还不错哎。哎，我他妈个打回原形了，长个客袂麻子，头一酸，不然嘛是要改善，长个四点啊困吼，啊不然个怕笑，有时候太忙变睡不着，而且等于外加等，啊、哦，然后香肠配麦片难嘛。好，细嚼慢咽吞下去之后，你麦片那无融化，定定来吃，勉强长辈。嗯，可以。但伊种勉强哦，和咱传统一般买较无同。你要，你做面勉强这种，属于好像有腌过的感觉啊，红肠和一般咱。在路边的拍烟肠，一组一组迄种食无啥，那个香气的频率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就这样简单的、哦、分享白羊雪的午餐，拜拜。